台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婚姻观卫生局到土库、保中、原中、大陂、古溪、甲拿来这六个乡镇办理免费配目镜活动，希望让每一个长辈拢会当得到上届完善的照顾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